晚系两点半先瞓，而家系六点，系头先系五点半起身，搞乜咧？而家就系赶住去坐车去长崎，今日系君南岛，同埋唔知夜晚去边度睇夜景，系啊，好冻，因为三只嘢都带唔够衫。而家我哋将全部着得嘅衫着晒上身。如果今日够暖嘅，之后两日都系咁样着噶啦。嚟到 JR 啦，我哋而家去搵车。我哋而家咧就买好咗便当，上车食。咁我哋而家就去我哋架车嗰度啦。今日咧就系波多去长崎。哇，好热啊！呢架车两个钟头到长崎，咁我哋又再开始瞓觉。瞓咗一阵，而家起身食嘢，买咗呢个便当喺车出边。天都未光，食嘢。我哋而家嚟到长崎，而家系朝早嘅8:20，系我哋最后顶唔顺入咗嚟超市买暖包啊，系啊，我哋已经将最暖嘅嘢都着晒上身啦。都在佢覺得個身體唔識得發熱嘅咁樣啦，所以入咗嚟，順便見到得意嘅文明叮當。其實日本都唔係好多杯麪嘅，唔算多。我哋嚟到 information， 係路面電車一日券，我哋而家要去買埋呢個。好，我哋而家咧就。坐電車係啦，咁就先去周邊觀光一下長崎嗰啲咩啊和平公園啊嗰啲咁，咁跟住咧我哋就會出島。哈哈，長崎車站，長崎咧就係當年。原子彈爆發其中一個受到影響的一個城市，所以呢原子彈爆發而引起的一些即紀念呢這裡都多的，它跟廣島一起是即炸到的。我們原本呢可以去看個原爆的博物館的，但是因為今天呢咁啱星期二咧就休館，咁所以就冇得去啦。咁但系我哋都去睇嗰啲和平紀念公園咁樣咯。咁我哋會坐電車去觀光。坐電車。我哋而家喺電車度。大家都話坐啲嗎？係啦，就去嗰個天主堂第一個站。Thanks, mom. 我哋原爆資料館，係呢個，呢個係長崎西洋館，好。呢個西洋館咧已經係被商業化咗㗎啦，係啦，變咗做一啲餐廳，所以我哋冇入去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個長崎原爆資料館，同埋有一個和平紀念館，係啦。係。好慘啊！我家人啊，呢度啊，原爆
当年原子弹有两个，一个就炸长崎，一个就是炸广岛，系好惨，打仗真系好惨。咁呢一个原爆地咧，就是当时在长崎嗰个原子弹落地下的地方，就是呢度啦。普上天主堂围壁呢个处，就是那间教堂的炸证的一部分。真系，点解要打仗呢？打仗咁惨。1945年8月9日，原子弹就是跌落呢一个位置，呢一个黑色花岗岩呢一个位置啦。咁啊，造成一个相当严重的破坏啦，喺呢一度死伤无数，唉，仲去打仗啊！聖德子燈籠，這個，是啊，公園又很舒服的，其實和平鴿，和平鴿就是這樣來的了，是啊，在這個曾經這麼不和平的地方，1945年8月9日11:02，系我哋去到边都要停下巴士啊！我哋家喺电车啊，可以出到吃嘢啊，系咪？而家又好热。首先有冻，而家系电车，又系坐，仲有几个站就落车。经过我四十转嘅了解之后，嚟睇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度咧，就叫做出岛。出岛咧，就有啲呢啲咁样嘅，佢哋话系一啲重建嘅屋嚟嘅。有一個咁樣嘅，即係啦，古色古香嘅明治時期啊，啲舊屋呢個咁嘅扇形，睇下人哋古代嗰啲嘢咯。今日係觀光，觀光係啦，咦？呢度咁樣一條街。鐘錶啊，咁我問翻啦，咁原來咧呢度咧就係古時咧啲洋人嚟到日本住嘅地方，咁而家咧佢哋就重建翻就俾大家睇，咁亦都因為當時洋人嚟呢度住咧，咁啊帶咗一啲技術入嚟日本咁樣，咁所以喺呢度都話翻俾大家知咁樣咯。好，我哋而家去出島碼頭食嘢，我哋而家嚟到海邊啦。我哋嚟呢一度食午飯，長崎港。都好舒服喎，而家冇咁凍啦，就舒服啦。沿住呢一個嘅海邊咧，
即呢邊就係海邊啦。沿住咧呢度就有好多餐廳食嘢。呢間招市食堂，咁係話推介嘅。問下，係有開啊！我哋而家食燒蠔，自己燒。呢邊就煮三分鐘，跟住就反轉去就四分鐘，係啦。哇！呢度突然之間啲嘢好快喎，睇下呢個反轉四分鐘，哇！你嗰只，哇！呢個啊，要你嗰邊人，我依邊背過，我整咗呢度，同埋呢只太大唔大，哇！好好食啊，好鹹啊，海水見唔見到啊？啊！是啊，啱啱燒起的，有些辣椒，但是大海椒很好吃。嗯，那隻辣爆了，爽，但不夠個蠔甜。飲飽食醉，好眼瞓啊！而家好味道，掛住食嘢就睇過咗時間。我哋要一點鐘去到碼頭集合上船去君南島，但係而家已經一點鐘。我哋選擇咗唔坐電車行過去，要行十分鐘。頭先嗰度。